哇，游轮的夕阳，日本的夕阳。今天是2016年的6月2号，哇，真的是漂亮漂亮。夕阳没有日出好看。啊、日出才比较好看。你要下下哟！大小坡就可以调了。怎么开那么大坡呀？所以一直在掉啊。啊，不能掉，掉一下，小背景呢？我来对。动态的，动态的夕阳之美，你看，真棒，真棒。你干嘛一直游？哎，来。你做我的调调不调不到。OK， 准备要稍微暂停一下咯。